挑战一下用嘴喂毛孩瓜子儿。你吃吗，小弟？吃吗？这，好吃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小气，反正我别吃，把手拿去。听懂我把手拿去。给我嘴上叼过来啊！行，多温柔，你看。行，放这儿，都看都不想看我一眼。把手拿去，手拿。他怎么能听懂？把手拿下去。这吃啊！行，爱吃不吃？难道我刻的你也别吃，嫌弃我？你拿嘴试一三次，你看看他怎么？我怕他刀我，信不信？不可能。可以，让妈妈真诚的给你一次啊！这，给我一嘴巴子都。躲成那样，至于吗？好了，再吃一个也不吃了啊！这是最后一个，妈妈亲自喂你，再给妈个机会。啥意思呀？这喂成功一次呗。你看，好了，不吃了。再给一个，再妈妈滋养。嘴里吃东西，你看文明是不是？是。哎呀，文明地，好了。